哦，等会儿啊，我忘了弄，不要弄。开盘，我忘开了，我忘开了，待会儿再开吧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操！我这地儿有点远啊。这地儿总没人了吧？我操！穷的一逼，穷的一逼，穷的一逼。我不开黑啊，我单排啊。就他妈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这川怎么这么大啊？快速弹夹，拆。狙击我干嘛呀？我他妈的这么菜，还要狙击我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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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我是不是啊？连把枪都没有啊？我跳的这个地儿也是牛逼。没地儿睡觉了。医疗包的捡的挺多的，这个地儿应该没人吧？我操！我操！是没人，但是也没东西。东西，就差捡个倍镜了。感谢流血两年十八岁送的龙虾。
哎，我怎么听着刚才有人似的呀？我开播肯定早，每天早上10点就播，特别勤劳的一个主播。这个车怎么跑这么慢呀？才能跑90？以前跑挺快的。三级大背包，我操！
在哪儿呢？这个笔。是，这个人在哪儿呢？不是，我找不着这个人在哪儿。我知道山上，我看不见他在山上哪儿。我操！我他妈怎么？没拿五六子弹，刚才。哎，我子弹太少了，我刚才没拿。哎，我刚才没拿五五六子弹吗？我操！
我操，真他妈蠢！刚才没打五六子弹。我操，这里面有人啊！他妈后边不会来人吧？这个房子里面绝壁有人。这个房子里面，刚才肯定有人的。缩圈了，我操！快点跑圈啊！房子里面人，哎，这房子里面是不是有人啊？房子里面。你们不是观众吗？观众都玩的比我好啊。爬他妈什么？我爬。我操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我他妈就
只能这么跑了。就他妈里边要趴着一个，我就死。意识意识，我操！这他妈车别把人压死！这个包，这他妈的！这他妈谁站起来谁死啊！我没烟了。
哎，我操！我没打死他！我操！差一点儿，你妈逼，气死我了！呀！哎呦我操！他妈的！我操，巨他妈烦！不是那个，这个枪没打准。我先看见他的，我先开枪。我操！我刚才可杀了四个，你们他妈的，你们就瞎压竹子，对不对？你们竹子还有人能压，我杀不了两个的。你们这些竹子疯了！哒哒哒哒哒。
我操，这边没车，好像。不知道那个人在哪儿。那个人去哪儿了？飞这边的那个人，连房子都没搜的。这栋房子搜过。
没个红点儿啊。他也没有进，哦，有一个。装不下了，我就装不下了。我操！哎，这个逼怎么就把我撞死了？我还想在旁边跑一跑呢。哎，我怎么最近老被车撞死啊？哎，这个人他妈开车也太快了！我操！他妈被撞死了！哎，我操！我这一身装备，我想回，我回头干他的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我问你们，假如说我站在我摩托车后面，他来撞我摩托车，我会被撞死吗？也会，那没办法。得得得得！
的。到哪儿呢？一个人都没有，真的假的？我操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那我不就是这个无敌了吗？也对，能够有意识来到飞到这儿的人，哎，我。这他妈的怎么上去啊？怎么上去啊？我操，还在圈里，你瞅瞅。什么？有这帮，都不完了。满记来了吗？没有。没了。也来了。刚来。中午几点动物？这不肥成满。儿子睡着了，完了，那他晚上岂不是不睡了？是的，可你都能把儿子哄睡着了，我主要睡着了，累了，然后他也睡了。这盘我不就是？起飞！我现在要找个八倍镜。狙击枪抢口一致器，哇！哎，我还缺个八倍镜，真的不多说，我就缺个八倍镜了。
说哪有八倍镜可以让我拿呢？感觉我搜的有点慢啊。哎，我上这层干嘛的呀？这层有好东西吗？我靠，这层什么东西都没有！我来这儿干嘛？哎。不是，我想搜个镜啊！你看这个圈多牛逼，一会儿就要来这，但是我感觉一点都不肥啊！这么早来，我什么都没搜到，感觉一会儿出来个人就给我打死了。这游戏哪能找个劲儿啊？你看这个地址还没人来，你觉得牛逼不牛逼？不是，
西。对面那个房子是我搜的吗？哎，这个房子不是我搜的吧？是不是来人了？我操，来人了！哎，我他妈搜了10分钟，不会我死了吧？我操，这个圈还在这里边，这他妈的！豇豆角，炒豇豆，哦，炒着吃。我可中午把我困的，那你儿子睡着了，晚上怎么办呀？晚上我吼他。哎，贤妻良母，跳过去。哎，不是，观众朋友们，人呢？为什么没人来找我呀？我这三级包都装满了。我的天！哎，我这是快人吗？不是我这么牛逼的一身装备，我膨胀啊！我想杀人啊！能来点人给我杀杀吗？笑什么？我没有捡到狙的配件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这？哎，我操！我第一次拿到这个 AWM 这个枪，我操！我还有消音，哇！这盘我感觉我要死，我感觉我不配有这么好装备。哎，我真的，我感觉我自己不配有这么好装备，怎么天上一出门掉了工头？是吗？啊，我这一出门看一工头，天上掉馅饼了，这真的啊，是。感觉我不配啊！
晚上吃鸡啊，你一拿消音就吃鸡、啊、不是，我感觉我不配啊。我得开一枪，我得开一枪。你还没看见人呢。没有啊，没看见。已经24了，盛宇。你这时间……我不是，我跳了这个 N 岗，然后我就搜完了之后，掉了个空投。无敌！哎，我那斯贝镜怎么没拿啊？我斯贝镜被谁偷了？我操！完了，这他妈不会……不会炸死吧？我他妈的！这个枪拿到一枪没开，你怎么了？真嘚儿哎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！你成心的吧？我没有，我第一次拿着这枪，我这辈子玩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拿着这枪。我操！我他妈一枪没开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我操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我他妈拿，哎，这个 AWM 这个枪，我什么？巨厉害，打人一枪就死，真的？我还有消音，哇！我操，我这辈子第一次运气这么好，开枪了吗？开枪了？没开枪，被炸死了，天上炸死了，哎。这个事情告诉我们，这个事情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天上掉馅饼这种好事儿。我感觉也不会有人舔我尸体，我他妈就烂在树林里了。哦，我操！我他妈的三级头八倍镜 AWM 极地服，我他妈输什么？我操！我他妈刚才拿了把 AWM， 然后我他妈被天降正义了。我他妈的没开枪，我操，我他妈一枪没开，哎，我操，我他妈一枪没开，哎，真的是天上掉下来一个，哇操，里边那个东西简直他妈的，哎呀。
我操！不配不配，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，我他妈不配！哎呦我操，难过！我他妈今天得因为这个事儿难过一天。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枪，我还有消音，我他妈的还有三级头，我这盘拿，哎，我他妈这盘输什么？我不可能输啊！我，哎呦，心太炸喽！我他妈的一身武艺，我他妈连个枪都没开，我就死了。我他妈，哎呦，烦死了！我操！你看看我每次的落点是不是牛逼？这城里面都没人的，那就让我们从餐厅开始搜吧。垂直握把，快速。三级头，哎呦，刚才这应该多捡一个伙伴，我自己忘捡了。啊，八倍哪儿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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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餐厅柜台有八倍，真的假的？我操！三，是吧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那哪儿呢？哪儿有啊？
这不就是里面的柜台吗？是这个吗？哪个呀？我操！你们是狗吧？我他妈差点被人杀了！我操！我操！你们观众真他妈狗！哎，怎么素质这么差呀？我喂、哎，你说我刚才要不小心被杀了，算谁的？那些压了竹子的观众，不是？你们还有这么一起骗主播的呢？还好我这个人操作好，枪法准，意识到位，听见了这个人脚步声。我操！哎呀，还好主播的什么？主播的游戏水平高。我操！再不信任你了，我他妈浪费了大把的时间。我本来现在能搜，我他妈能搜个98K加个消音了，啊！我这时间全耽误在他妈找你们那个八倍上了，哎呦我操！你们怎么这样啊？观众还能骗人呢？哎，对不起就完了，不送点竹子吗？竹子也不送。不是，好歹给我辆车呀！你家爸爸说我来了，你怎么给他叫起来了？不是我叫的。你自己醒的？那才睡多会儿啊？不早，睡一个小时吧。想吃吗？然后呢，黄豆给。干嘛呢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大哥，你有物流子弹没？但有没有啊？你干嘛呢？没说呀。你坐边上，看爸爸直接。你上来，我问你，你吃吗？你买了多少个呀？你吃吗？我不吃了，行，我先打着牌再吃。我吐了，我吐了。你自己商量的。哇！怎么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我都不信你们。白雪。我都不信你们观众说的话，现在，但我信吗？什么八百斤？八倍，你是不是当我傻？八倍。嗯，很好啊，嗯，这样好啊，我给你拿过去。拿过
雨了，去啊。真的假的？再次你最后一回啊，我去看一眼。哪个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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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那个绿的吗？是这绿的吗？上吧。这绿的里面。死人那个，我在哪个房里面杀的那个人啊？我忘了在哪儿杀的那个死人了。我忘了在哪个屋子里面杀的那个人了啊？这个哦，这个蓝的。你好像给我买错，你给我买的叶冰白雪黑糯米，我是白雪黑糯米甜甜。我怎么又给你买错了？你怎么那么有毒啊？哦，你吃我那个，你把那芒果拿走。那我不喜欢吃。哪儿呢，八贝？这不能吃。我吃。你等会儿。我吃这个。这得再画画啊。行。不是，人家要有八贝，这个人他也拿了。哎呀，毒都来了，我都服了。哎，你们怎么老骗我呀？我靠！少吃点啊！哎，你们怎么骗人的呀？这在哪儿呢？这个人，这人在哪儿打我呢？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人在哪儿，他拿着消音器。我得找辆车呀。只能直着跑毒了，没车。感谢一只叮当啊送的龙虾。亏他有他妈什么车。
这不能，这地儿怎么会刷个车呢？这地儿这车是刷的还是真有啊？哎，不管了。我没有物六子弹，物六子弹太少了。杀的那两个人也是，这窗户能跳吗？好吃吗？哇！捡了包子弹，我就特别幸福。没有，我主要没有劲儿，我二倍镜都没有。
下次搜圈吧，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了。去机场。这圈都搜去机场。机场，机场，机场，机场。啊，是吗？我又罪恶。龙沙。杀死，开个新盘。只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。爸爸吃吗？嗯，还挺好吃。你爸最爱吃这个。打一个。你看着我的车，不能让人偷了。还吃吗？还吃。满记甜品。看见他了，来，庆祝一下！哦，真棒哎，那人都傻了。你在这等着妈妈，妈妈一会儿再来。最后一口啊，剩下的给你爸。八杯酒也没用。哦。哇，你嘴真大啊！嗯。没了。嗯。干嘛呀？嗯。吃完了，爸爸买的。吃完了。回头你要乖，以后再买。不过今天已经吃完了。二交换一在哪儿啊？加大嘴，大嘴。
这个位置得来人啊！这个位置，你给弟弟呢？弟弟的，你给弟弟，干嘛？别给我，我不要。大哥，你别压死我！我操！什么素质啊！就开这么多车，瞎压人玩。哎呀，被看见了。你吃吗？吃，我主要不应该那个。气啊！我可真棒哎！我主要是不应该站起来打他。你怎么又吃了呀？别，你不能吃了啊！戴子轩，你吃好多了。爸爸这不好吃，爸爸这芒果的不好吃啊。芒果别给他啊，他这个啊，他那个不好吃，可味儿了，榴莲的，这不比啊。吗？我选什么？字母啊 ，S。
S。 S。 嗯。不好吃了，啊！它被那个泡过之后就不好吃了。不是你吃这个，你一定不能要那个芒果。啊，它泡芒果泡半天，那味儿就不好吃了。对对对，然后那里头也有那芒果汁。扔了吧。我都吃完了，你说扔了吗？吃完了。芒果，你刚才说的十一号不是一号，我说的是十一号吗？好歹我刚才也是进入决赛圈的人。这个游戏一定要非没人的地儿，哪怕穷但是能够有点装备也可以，非人特别多的地儿不小心落地就被拳头打死了。哎呦，吃太急了。你看四倍镜，这个地儿还是挺肥的，虽然说这地儿小。你看还在圈里，非常爽。操，这他这个圈感觉飞机场的爽了。差个头，哎，我靠，我的牙呢？吓死我！吓死我！吓死我了！你牙就还行，你看这波三级甲、二级头、四倍镜。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还有三级包，哎，这就是意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游戏怕的就是意识，就绝地求生这个游戏叫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这都什么东西？枪口一支气，你瞅，你害怕不害怕？这地方就能捡到这些东西。都不知道这盘拿什么输。哎，女的是不是跑得没有男的快？一样快。其实男的女的差不多。
我觉得我搜完这块就神装了，这块应该没有人的，因为这边不在航线上，只有像我一样聪明的人才会来这边。三级头在哪儿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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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你们是？哎，有没有房管啊？该封封吧，这他妈老骗主播的，第三次了。不是，就很影响效率的。我说我运气也不能这么好啊，我他妈还能三级头三级甲的三级包，我就来了个小村子，我就神装，还有枪口一支气，我他妈的凭什么能有这么好装备？我操！这我还以为是个人呢。
这地儿能没人来的？二倍镜我有了呀，这是什么？98K，我操！98K，我操！我用98K，用。他们家积水厂，我不知道你进过多少水啊，我是收钱这么听到，好吧？高速下来是不是？妈，十二真是枪啊！我的天哪，二号，你开的可以，你下你输了啊！哎，你就说吧，你就咒吧啊，你就咒吧。那就交牌吧，狼人二七十十一是张狼人牌嘛，对吧？这上轮还能灌到十二头上呢，我不知道，不懂你怎么想的，对吧？十二蛋白四张狼人牌，在他那个位置他不可能起条猎人，他正常发言特张平，什么呀？十二牌都得出局。六。十二牌这个六还行啊，对吧？我已经说了，三号牌不是让预言家的牌，我警上我听出来三号牌不是让预言家的牌，我说十四应该有跳的。你是蜡笔小新？为什么说十四有跳的？我认六是预言家，我就看。你看过蜡笔小新吗？对吧？那你交牌啊，我一张守卫牌。看不过呀。十叉叉，十一换跳了。那爸爸二七，有时间陪你看得过吧，行吗？二七。哎，你别老往上。我的绿门。你做好了，关键幺二牌是一杆枪牌。那如果说第一天你十一号给十二号发一个进水牌的话，那我是觉得他们可能就六号他的发言应该是比不过你，对吗？你如果给他发一张进水牌的话，或许那最多就是七号这张牌扔个名牌出局的，对吗？也还能玩。哇，关键幺二牌它是一杆枪牌，那就一点点办法没有，对吗？我是玩了这么多把狼牌，我就是觉得这一把狼牌虽然输了，可是玩得特别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二七十一这三个狼同伴发言都挺好，对吗？输给的幺二这一杆枪牌，还有外在因素，对吧？过了，今天出我十，你十一号马上去把六号把它给砍了，对吗？怎么能知道，对吗？过了。我如果起跳的话，给你发一个查杀牌，行不？蓝彩蓝的板子，那也是巨亏，对吗？那估计七号他要出局，或者你要出局，女巫还要把另外一张牌直接把它给破掉，那就更加拉杂。所以只能由你这张牌来起跳，或者二号这张牌来起跳，对吗？我这张牌是没有。交牌啊，对吧？是交牌，没有办法。我先跟我狼人说，为什么要查杀十二？因为七被真言家给查杀了，对吧？三六总归，他们好人就算不知道，我们狼人总归知道，这六大概是个真言家，对吗？我给十二发金水，那首先不管他从我的发言里面听不听得出我是个悍跳，但是他不能，对吧？原来呢，如果六给七发金水，他只需要听六十一的发言，现在多了七。那七在我这边其实是一个不稳定因素，我没有办法，把这个大所有的压力扛在七的头上，因为七但凡发言有那么一点点漏洞，这个十二哪怕不接，不管接不接我十一的金水，怎么他把七给先走掉了，所以我就给十二发查杀，而且十二这人
不好骗的，就我当狼，我从来不给他发金水，深金水，只发查杀。只要他在我下坠，我悍跳，我就给他查杀。好了，我就给他查杀，我永远不给他金水。不然呢，我就不验他，我就不给他身份。他不占我边，我就请他去怂恿场上的女巫去毒他。这还能怎么办呢？不是你跟十二人狼不两夜啊？你还想要去骗这个十二？有什么好骗的呢？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去骗这个十二。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意义，尤其网杀面杀我还想骗骗他，网杀没什么好骗的，因为发言时间就这么多，我有没有办法配合表情也好，演技好，这些很多的东西去骗他，网杀能骗他的可能性相当于说比较偏少，面杀我觉得好骗一点，好吧，牛蛋。就三号发言号牌要送出来，我其实想不出来。就为十二如果是一张狼人牌的那个位置跳一张枪牌，对吗？就没有人跳，我觉得二号牌可以怂下去啊。就大家你们都是大神嘛，对吗？就这张九号牌还告诉我为什么要出这张十二号牌？就你告诉我十二二十二里面对条一杆枪牌，如果十二是一杆枪牌，带走这张二号牌，是不是局势很明亮？就你能出这张二号牌的呀，对吗？就十二是一张。哎呀，其实我在这边位置归票五号是女巫，饮水是八号。归票二号的时候，我知道归不出去，所以只能出十二。出完十二之后，才能证明到底谁是枪。其实我感觉二号是狼，为什么能感觉出来呢？因为吃了洁白的小熊背包，洁白的小熊背包真的很厉害。这轮出十吧，就听洁白那发言，一听就不是一张狼牌。你吃吧，辣的。十一号这张牌，是吗？就是说 KS 拿狼和拿好人差别还是很大的，是吗？确实差别挺大的。你试一口辣椒，没事。然后那个特别的 KS 拿预言家，看你直播看太多了，拿预言家你不会验到街外的，你只能是外边验人的。而且街外这轮发言确实很好，十号聊的确实不好，我也感觉十号确实像狼。能吃辣的，吃一口吗？等你六周吃辣不是，发言太错了，直接就是一个听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十二号又跳了个枪，他就直接送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直接不玩了嘛，验了一头狼，对吧？长杀的猎人，十的发言用到爆炸，就直接不想玩了嘛。我要是那个啥，我肯定干不过那个十一，对吧？聊那么多，对吧？这个网杀确实没那么多那个，就面杀肯定干不过的，网杀没什么了，对吧？十一的发言确实比我好太多，对吧？十号也提到了，对吧？你六也别掰了，你提到干嘛了，对吧？主刀枪的 drop， 这是给我发来试吃的，还不错。天黑请闭眼。爸爸，那个辣的好吃吗？辣，不好吃。不好吃。我也天亮了。哎，我拿这个跟你换行吗？换你的吃的行吗？行吗？我感觉游戏换不换？行。行啊，来。糖果不能吃。你糖果不能吃。我也不能吃。你试试。我不能吃这个，辣的这个吧。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我辣的。爱吃吗？那给你这个吧。
哎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熊背包吧，好不好？刚才很多观众都问我五号说的那个小熊背包是什么呀，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吧。我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问了，这个哎，真的像火箭队的台词。哎，小熊背包就是我们零食店主打的198的这个零食大礼包。估计还得一会儿，那我们先拍吧。嗯，要不再等等，他们那边也就五分钟。行吧，就是昨天那帮朋友那边吧。对对对对，要不你也可以再叫点别人，研磨什么的。我倒是挺想叫他们，他们现在已经抛弃了我，他们回到了面纱，天天出去鬼混。然后，那就等个五分钟吧，好吗？爸爸，别爸爸，小熊背包好吗？小熊背包好呀，看啊，小熊。那我买个小熊背包吧。买个小熊背包，嗯、爸爸买不用花钱。不用花钱？嗯。买吧。爸爸，没钱。我买吧。没钱呀，没钱怎么买？198呢？你有钱吗？我有钱。你有什么钱啊？我有。你有多少钱啊？80。80不够，这198。我有198。你哪来的198啊？没有。谁给你的呀？妈妈。妈妈给你的。你这小熊背包非常非常厉害，真的非常非常厉害。这个罗点四郎，并且呢里边好多好多零食。我们这次小熊背包也是换了里边的零食，大家可以看看，现在有这个蓝莓干，有一个小熊，爸爸小熊猫曲奇，我好吃吧？这个这是饼干，这也挺好吃的。还有气是不是就是消声的？那得你吃吧。不是，那是消咽气，那个抑制气是消声的。我不能吃吧，这个。你都不能吃，你就只能吃你手里那个。还有这个小熊饼干，还有这个其他一些东西都非常好。这个小熊背包里面零食装的满满的，哎，送人、送朋友、送领导。送家人都非常不错，同时呢还能提高你狼人杀水平，哎，非常非常非常好吃。同时呢，还有这个 JYC 2.0 版的定制卡牌，这个卡牌呢我们是 JYC 自己原创设计。那如果大家平时去不了 JYC， 自己呢组织线下局可以买一副 JYC 的卡牌，我们里边有很多新的职业和玩法，包括自己原创的，包括自己原创一些。图片往上来，往上来，干嘛呀？让我看看那个字母，怎么没有 N 啊？没有 N。然后这个牌做工也非常精良，大家也可以送给朋友什么的，好吧？哎呀，上那去。然后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新品上市，其中呢，我们。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个辽宁薯条特别好吃，这个薯条一共有五种口味，有原味、烤肉味、番茄味、黑胡椒味以及榴莲味。我们一个月已经卖出400多份了，5.5一包，非常便宜，非常便宜，5.5一大包，也不能算一大包吧，它有点像薯条三兄弟，就是这种薯条非常好吃，它是属于这种纯就是怎么说那叫什么纯天然的植物油。来这个制作出来的。妈妈，这个薯条好吃吗？好吃。哎呀。好吃。怎么转一圈啊？真歪。还有这个手机壳啊，手机壳也是我们这自己原创的。目前现在只有预言家的都卖没了，只有这个恶魔的了。我们预言家的也在补货，恶魔的也不剩几个了，恶魔的也剩不了几个了。所以有想要的就要，你看我自己的手机就是用的这个，用的这个。抑制器是。我看你的。抑制器就是消音。我看你的手机，你买的这个两手机。啊，对，爸爸买的这个，爸爸花了99块钱买的，特别好用。特别好用呀。对，特别好用。爸，你吃什么辣？爸，我吃辣的了。爸爸，这里的我不吃了呀。什么？我有电子
都不吃，慢慢吃。妈妈，我要尿尿。爸爸。让你爸爸。我要尿尿。尿尿尿尿，走走走走。这是手枪，它不写着手枪的吗？手枪的不能用。那我这个两倍镜。你这个可以装自动步枪，你看你步枪长枪就是步枪，得把这装上，对，这个装上，对，这个装上，对，成，都装上了。我这没有子弹。我看啊，那你得捡五六子弹，那个绿色的是五六子弹。妈妈，你没子弹，你拿它干嘛呀？妈妈，你弄不弄啊？妈妈，你弄不弄电脑了呀？你按那个，你这 N 在这这。哎，对。我 A B C D E F G。李姐。怎么了？你给杀了啊？他把你杀了？我进了一个屋，然后我就发现他在这屋里等着我呢。我一进去，他们好可怕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他把你杀了？啊！妈妈，哪次？哎呀，这次啊，这次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，吓死我了！理解。我在找李锦直播间呢，我怎么没看他的直播啊？我这个打不开啊，我这个页面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夫妻双排，等我媳妇儿会玩了之后。好了。我靠！我媳妇儿玩这个游戏现在还是处于在学捡枪阶段。七百，十一百。
上吧上吧上。你看这是几百？是吧是吧？这是几百呀？这是几百呀？你放回去，放回去啊，放回去。你把你手里的吃完了，你要不爸爸抢走了。我靠！吓死我了！我拉屎。你找妈妈带你去。没呢，我这在我传人呢，都等着呢。我拉屎。哦，你给他这一分钟的事儿。走，不是，给孩子。没人进呢。KS 等我一下啊，我带小米粒上个厕所。直播呢。
我们家这边还没同意呢。一号、二号两位大神，加呀加！现在要加要退出去吧。等过会加好吗？我已经加你了。好好好。你等一下，直接到那个排行榜的能力榜第三位。不是赖哥，你上群里说一下，让他们进的，他们干啥呢？好。不是，我等着米粒上完厕所呢，我等米粒呢。爸爸，你说什么啊？我爸爸等你呢，你完事儿了吗？我给仨，你甭管。没什么问题。你甭管了。我这也开不了，我还得等。没事。你别，你遇着别人打死了。没事，打死就打死，打死也比你直播重要，不是，也没有你直播重要。哎，这话说的。嗯。你杀人了吗？杀了，就刚才。你杀人了？啊！我看我不信，你来吗？我你这杀人了！我不刚才跟你说我吓了一跳吗？你拿什么枪杀的呀？就是那个18什么的。喷子。妈妈。哎。你玩那个吃鸡了吗？对，我玩。吃了。你妈现在18名，我都惊了。那也不是，这都是新手，是吧？匹配的都是。啊，对对对。妈妈是18名呀。17啦。你听着，两边有人。哦，我听着。你这不是圈里的吧？妈妈，我17名啦。是圈里的。对，你得往那白圈跑。还得跑。还得跑。哎呀，我得。好去！我媳妇竟然杀人了，我天哪，都惊了。米粒儿上厕所了吗？我正唱在厕所呢。哦，行吧。哎，还有谁啊？还有一个。别放开我。哦，行。再怎么说？再等一个人。哎，桃子完事儿了吗？完了，快点过来。啊，那你把桃子叫来。是吧？你们桃子，然后怎么谢的你？我准备这个潘大 Q 的，我准备，我看人应该的吧，就永远是我的。我拉完了，拉完了。谁？你别动，你别动。等我，等我一下啊！我去给他擦擦屁股去。好
桃子姐姐。那就开吧，就开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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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吧。开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怎么拉这么多呀？我天！来了来了，他要杀我了。没杀死，杀了一个，可以了。我玩的前十盘一个人都没杀死我。我这个还能拿呢，这个。哒哒哒哒。这个好吃吗，爸爸？啊？爸爸，这个好吃吗？开个警察，开个警察，开个警察。来呀，来呀，爸爸。哎。嗯，这个我不能吃吧，这个。那个不好吃。这个辣的吧？嗯。这是辣的吗？这个。这不是辣的，但是咱们吃不了。这不是辣的呀？不是啊。爸爸妈妈吃得了吗？妈妈怎么吃不了呀？干嘛呀？爸爸验人呢。爸爸验个人。天亮了。哟，金水还是个金水。这几号的烟的哦。警长竞选，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，请。那我得上警哦，原家的。那个去吧。那我得上，他不睡觉啊，九点半了。他中午睡了。哦。你怎么？谁要敬你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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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号是一张好人牌，看到新助理上来发言，说什么呢？不要飙水，底牌是一张好人牌，不炸身份 ，never 炸身份，好吗？当我发出了我是一张预言家的时候，那我就是个预言家，或者我就是一张悍跳的狼牌，我是个好人，我基本是不炸身份。前诸位前面也没什么好聊的，我也不是为谁而准备的，就是上来找预言家的。但是我现在作为第一个发言，那我只能飙飙水，随便聊一聊，好吗？后置位一二一五八九十一十二下井下还有五张牌，还可以。我蛮想看到井下牌比较多的，因为网杀大家都喜欢上井。那希望你们井下的人好好投票，好吗？好好投票。嗯，就这样吧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啥也没得聊了，就这样过了。我不想先置位对对空莫名其妙的位置。旁边就会有子弹的。嗯。验了一是个查杀，不是炸身份，退水吃枪吃毒，退水吃火箭吃大炮。验了一，为什么验一？因为是杭州人，我老乡，必须摸一下，就很失望，我老乡居然是个狼，跟我不是一个阵营。哎，想出摸我，本来想到摸一是个好人牌，哇，高配可以带队，我死了警徽飞他就稳赢，就没有去验这张六，因为拿预言家牌从来不喜欢摸下之位。
就如果六你是张好人牌，那我跟你说声抱歉，把你打成了一张焦点牌。如果六你是一张狼人牌，那么就是在场的别的牌都会帮我看住你这个六，你必须要承受一波压力，一波焦点。所以你如果是个好人，在焦点的环境下，你应该是有弹性的。警徽流打谁？这个二，黄金汉跳位没有跳，就打三验三。如果是个好人，那这个二聊的没有什么爆点，可以保一下。然后这张头顶上的四号牌就先放一放，井下三四六七十，井下五个人，就井上的一号牌是我一张查杀牌，所以你一这个位置跳不动了。就你跳说我这张五号牌凭什么井上这么多人给你发到查杀，你把六打死，再把井上八九十一打死，就好人牌你会打，就是你狼队肯定会打好人，那么那个好人肯定会站我五号的边，就是很开心。井上摸了一是个查杀，就反正每次一摸都是个查杀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拿预言家摸的第一张牌都是一张狼人牌。就你井上还要派一张狼队友来捞你，就裸送两狼，就找出两狼了。外置位再看一看票型，听一听发言，就能找出了。就井上的警徽流留谁暂时不知道。井下验这个三，因为二黄金起跳位没有起跳，验这个三定义一下二，但是这个逻辑点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。然后一是个查杀，那边角位六七十二先放一放吧。边角位已经出了一号一张狼牌，那对我五号预言家对置位这张十一号牌也想摸一下，因为预言家的对面好像都会出狼的，就井上暂留这张十一，井下留这张三，就三十一顺验。就警徽流肯定是会改的，不会退水的一张牌，就一查杀摸一的心路历程，因为是老乡，是我杭州人。因为它是一张高配牌，摸出好人可以带队，摸出查杀怼出去，因为很可怕，留在场上就不会退水。警徽流三十一，这张六如果是个好人，跟你说声抱歉，把你打成焦点了。但是好人牌打成焦点还是没关系的，因为好人牌是。就你五号牌在井上，就说整上直接标准接张牌，我认不下来，我感觉是一张做作的一张狼牌。你直接去给一号发一张查杀，你是怕一号拿张预言家给你二号狼同伴放张查杀牌吗？对吧？且你如果说你要去留，显然想要留二号的这个警徽流的一个情况下，但凡一二做成双狼，在你的视角里，一是你查杀，但凡一二做成双狼的时候，二号是一号狼头牌，没必要说让一号他的狼头牌在末置位去起跳，直接他在一个黄金悍跳位。后来你发现这一点，你直接改了三号这张警徽流，且你的视角一直是在一二三六四张牌，还包括这张十一号牌。你是我觉得你拿不起一张预言家牌，别说我警上打你八号一张好人牌，在因为在你的视角里头，你给我的感觉是二十二有可能做成你五号的狼同伴，你是怕一十一两张十张预言家牌给你的狼同伴的一个身份定义，好吧？就八号一张好人牌，二号牌在我这儿像一张狼。石金水，警徽流先验，还按从井下来验吧。这张八，我听着发言像是张好人牌，这张二我定义不了，但我也不会去验二，看看他站边情况吧。但是我因为五先留的警徽流是验二三，又留的警徽流是三十一，三呢我先放一放，我验四六吧，好吗？我先验四，再验六，九号一张预言家，五号这个位置起跳发一一个查杀，我觉得五号你，如果你是决心要悍跳，那你就别退水。你要是炸身份，你就退了。这张一我觉得有可能是张身份牌，就还是先验四后验六吧。十是金水，还能继续发言，也没有什么可盘的了。五号如果现在还不放手，那应该就是跟我悍跳的。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吧。然后二，井上盘狼坑的话，二我不能保，二不能保，八我能，八暂时觉得应该是个好人，十是一张金水，九是张预言家，那我觉得七这个位置，
七这个位置以及十一这个位置都有可能是出狼的。警徽流依然还是从井下验。其实我想想，我也可以去验这张七，改一下吧，四七吧。先验四再验七，然后或者先验六再验七也行。我想想，六七里边，那我还是按照四六验吧，四六验不改了，四六验，因为我觉得六七里边应该要出狼的，因为五这个位置是张狼人牌，六七里边应该要开一张狼人牌的。就说这么多吧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了，我也点不了过麦。看看我们家这个灯吧，我们家这个灯我觉得非常不错，虽然说贵了点，花了40万买的，但是我觉得依然可以体验出，哎，这我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过了？金水，警徽流打一张四，第二张。我其实不太想打四，我不想打四的原因是五号和九号，他们都把四号放到第一张，我不太懂。我把四号放到第二张，第一张我打十，一号如果聊得不好就是狼缠杀狼，就我不想说，因为九号发十号一个金水，五号发一号的一个查杀，那么我觉得五号聊得也挺饱满的，九号其实他们聊的。我觉得他们都像是在悍跳的狼人牌，我想听一下一号的发言。如果一号聊得不好，五号坚持不退水的话，你们初一我没意见，但是我要警徽，我是一个真的冤家。那我不知道这张九号牌他在玩什么板子，这个九号牌如果是放手了的话，十号牌我放一放，我看十号投票。如果五号牌放手的话，我去第一警徽流打十，第二张警徽流打四。其实九号牌他说他四七，然后又改成了六七，最后改成了四六，就四号永远是在这个第一个位置上的，我不太懂。所以我觉得一号如果聊得不好，那么一五可能是双狼在打格式也有可能。如果说九号放手，九号如果放手十我不验，好吧，九号放手十我不验。九如果不放手，我第一张警徽流打十。五号查杀的这个一号，我看一号聊得怎么样，聊得不好我不会挂他的票，但是你们出他呢，我是一个真的预言家，我要警徽，对吗？不是我的轮次，我不去捞这个一号，我的底牌是一张真的预言家。那前置位八号起身去打了五号，去打了二号这张牌，我觉得八号的视角怎么说呢，因为九号保了这张八号牌，八号又是九号头上的一张牌，但现在不是他的轮次，但我觉得发言还可以，最起码他前置位发言去聊了前置位，聊了前置位的人。警徽留第一张，先留一下十号，暂留十号，第二张打四，打到四身上是没有什么逻辑的，是因为前面两个人都在疯狂聊这个四，我暂留。二号玩家，十二号玩家这边确实是一张好人牌啊。嗯。首先说一下，哎呦，本来我还在想，哎呦，这个二号潘大 Q 怎么第三季两轮六局都没站错过边的？我想着跟他走，要不然他站错边就直接，那就是狼，对不对？那九号一张是不是 JY 啊？他常年都是预言家玩的不好，狼人玩的很厉害。十一号一张桃，叫什么？十一号都是大神啊，桃子姐姐应该是。十二号一张女巫牌，五号倒牌没救，怎么好吧？其他我也盘不上逻辑啊，我就刚才随便，随便准备了一局，开了一局，哎呀，牌到确实大神，好吗？我这边一张女巫牌，守卫往上来守我，好吗？然后我看着救，好吧？五号倒牌了。你女巫牌，你倒是爆饮水啊！五号怎么有这个胆子给我发张查杀？好吧。五号不退水就是一张自刀狼人牌，就是你十二号是张女巫牌没捞他 ，OK。场上还有三张狼人牌，今天五号倒牌就是一张狼人牌，好吗？我不知道这个九和这个十一为什么两个人起跳，好吧？这个五给我发了个查杀，我是一张平民牌，那么五肯定是一张狼人牌，如果不放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罗汉跳，好吧？这个十一说了一句谁是金水，我没有听到。后来就一直在聊聊聊聊聊，对吗？我的视野比较清晰，因为这张五如果不放手一定是张狼人牌。然后九和十一中间我感觉 JY 有可能是那张预言家牌，
好吧，但是这个视角我感觉都有问题，就是九号和十一号的视角都有问题，因为这张五在我这是一张悍跳狼人牌，为什么给我一号发张查杀呢？有可能他怕我一号是张预言家牌，查杀了他二号同伴，好吧，这张二号牌在我眼里有可能拿了几张狼牌，然后这个五一直在聊六，那六有可能不是他的狼同伴，好吧，他锦辉流是打三十一，十一这张牌起跳了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但是三十一中间我觉得一定会有五号狼同伴，所以你十一号在这个位置起跳，请你聊的我觉得有点冲篇幅，好吗？就是十一号这个玩家桃子姐姐对吧，高配，但是这个预言家视角我感觉不是很正，还是九号 GY 大神稍微好一点，好吧，虽然说四七这两张牌如果我拿预言家我不会留，好吧，我会打一张二，然后再打一张三或者六，四号和七号看他们投票对吗，嗯，八号这张牌一定是一张好人牌，一定是一张好人牌，我不相信狼人打倒钩能够从井上就倒钩这么彻底的，好吧，五号给我发张查查一定是张狼牌，八号起身打了这个五，我不相信八号是五号狼同伴，所以八号这张牌我想保一保，好吧，九号和十一号我更相信这张九号牌，如果你十二号上真女巫，今天五号倒牌没有捞，哇 carry 太溜了，好吗，守卫去守十二号，十二号保便宜，或者是外出说五号倒牌了吗，好吧，就很简单了，场上只有三个狼，我就告诉你五号是一张狼牌，如果不防守没有捞他非常 carry， 好吧，这里是一张平民牌没有身份，但是我是一张平民牌不是狼牌，过了，我觉得九是预言家，好吧，就井下看投票，这张五一定是张狼，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，为什么要炸身份呢，就是你一号是张井上的牌，就不想让你这个位置，你拿张狼牌的话你不能跳这个位置，我是一张枪牌开带谁呢，我也想认这个九预言家，我在想带谁，六票打到了这个十一号头上，这带谁是个问题，想一下，二井上没聊什么东西，三四六七给我点加时看，你干嘛给我点加时哈，我觉得你的弹性不错，我觉得你像张好人牌，走了咱们俩去睡觉吧，嗯，走吧，想带这个六，十一号不会带，带错预言家怎么办，真的想带这个六，就一张票打到了这个十一头上，十二跳了个女巫，双要女巫就是很烦，不知道带谁，我这个位置中刀，我想认这个九预言家，因为十一的视角有点不太对，可能他故意聊的模糊，想认我跟他悍跳，他一直说九会放手九会放手，可能我是发错了一张啥啥牌，他特地就是他可能打一个反逻辑，想把自己打成一个视野盲区的预言家，然后七这张票上给了九，十这张票也是上给九的，看一下票型，三七十三张票打给了这个九，十号是个逻辑上的好人牌，张三号牌没听发言，七号牌也没听发言，带这个六吧，要么不开枪，哎，不开枪你们同不同意啊，带水带六带走一个守卫怎么办，哎，我这个位置中刀谁有嫌疑啊，如果左半边多狼的话不会刀左半边，那也不一定，哇全都是高配，就没听这个六的发言，
这个六上票了，上票给十一，我想认九的。九这个位置起跳，其实我炸身份的意义不存在了。你一号玩家的弹性挺好的，像是张好人牌。就这个十二是个女巫，那边角位得开狼吧？那就带这个六吧，这个七舍不得带啊。那么，就这张七号牌是张牛逼牌，不敢带，只能带你六了，不好意思，就跟你说声抱歉。就无所谓，我这边是一张平民牌，就对这局的话没有什么影响，就是一张，只能告诉你们我一张平民牌走了。为什么要投这张十一号牌？就一号牌他没给我盘，没给我盘，他说五一张自刀狼人牌给你这张一号牌发一张查杀牌，收益是什么？你只是一直在跟我表水，你是一张平民牌对吧？就六这边是一张好人牌，为什么不认这张九号牌？九号牌他留的警徽流是什么？先留四六，就是五号牌当时十一号牌没有和你这张九号牌跳的时候，你九号牌认五号牌是和你对跳的一张狼人牌，就五号牌如果是一张狼人牌，他一直在和我这张六号牌来对。六和我这张六号牌来对话，对吧？就在你眼里的话，这张五号牌可能给这张一号牌发错了一张查杀牌，所以这张五号牌一直在和我这张六号牌对话，五六不认识的一张牌，九号牌非要留四六的警徽流，就你留这个四六的警徽流，我是不理解的，就不懂为什么要留四六的警徽流，就你给我盘的逻辑我听不太懂。就这边是一张平民牌走的，想占这张十一号牌也是一张十一号牌，你五号牌刚才点到了，说十一号牌它的视角比较模糊，就十一号牌如果是一张狼人牌的话，他不会分不清谁和他对跳吧？就不要说又要出一张一号牌，而且十一号牌给张十二牌发了一张金水牌，就我是想占这张十一号牌的，不知道你们后入位在怎么打。这边是一张平民牌走，让我先追发言，我能聊些什么呢？警徽票为什么投给九？因为追发的视角在我这里感觉很奇怪。已知十是一张你的金水牌，八是你认的一张好人牌，那是不是七十一十二里得开狼？如果按右两狼的格局，是不是七十一十二看发言？如果七上票给你，十一十二可能是如果最少开一狼验一杂一的关系。但你十一聊的也不好，你告诉我九放手你，九不放手你验这张十号牌，九不放手，九放手的话你不去验十。如果九十作为两狼的格局，十号这张牌可不可能上警？九十十号这张牌大概率是逻辑上的一张好人牌，你十一在我这里聊的也不好。就六号这张牌大概率是张好人牌，五号这张牌你可能带错了。如果按五带错的情况下，怎么聊呢？前缀发言。我作为一张你的金水牌，你的心路历程可能是让我这张十一号牌先发言。如果十一是个预言家，十二是一张女巫牌，十一张好人牌，那七八里九里是不是得开两狼？所以我可能认为你九是张狼牌，你的视角不对。这个警徽票可能投错了好吗？我认为七这张牌是个公公狼坑牌。就前缀发言，第一个发言黄金滑水位，我作为你的一张金水牌，本来能给你打工盘个逻辑，就是能给你就是点点狼坑，但是我第一个发言盘不了太多逻辑，加时卡我也不点了，就是我听你九十一里聊。如果六号这张牌是一张带错的一张好人牌，那场上还剩四张狼人牌，六张好人牌，就今天我希望好人都不要。十一号发言，就如同这个十号说的，不是你十号你自己都盘出来，这个九号他就是你都盘出来他哪里不好了，你还上给他一票，然后井下他让你第一个发言，你又觉得他不好，那你为什么不把票挂在我十一号头上呢？而且我觉得你打了一个伪逻辑，是比如说九号狼人，你十号双狼上警打格式这种，我觉得我可能玩面纱比较多，我听不太懂这个逻辑，就是这是狼人视角的事情。我这边盘一下，为什么说九放手了不验你十号？因为你十号并不是焦点牌，我要优先于井下的牌去验。但是九号给你十号发了一张金水，所以我把你放进第一警徽流，第二张警徽流打的四，因为五号他查杀了一号之后，他的警徽流第一张打的是四，然后九号这张牌聊了聊四号，聊了聊七号，然后聊四六，聊六七，聊四七，最后四号还是他要验四，七他放下了，那么六号是唯一一张投票给我的，三七十三张票是挂在九号头上的。其实我认为你十号这一轮发言还可以，我想去验七号这张牌，我想验七验三，
因为我没有警徽，我倒牌了就发不出来言了，所以我往狼坑里面验，就先七再三。然后十二号牌是我的金水牌，十号我听着这一轮发言还可以，但是我要看十号牌的投票，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不帮九号牌打冲锋的话，大概率不是他的狼同伴。但我怕这种前置位发言偏软，最后投票一票挂在我十一号头上。那十号牌的话，我看他投票，我警徽流先验七再验三，因为这两张牌是投票给九的。因为一号，我认为一号警上发言是一张好人牌，那位置盘一盘，八号牌他保了，对吗？八号牌是九号牌保了，十号牌是你的金水，就十二号牌是我的金水。那十号牌我听着像好人牌，十二号是我的金水牌，九号一张狼人牌，八号一张狼人牌，就一号我听着像好人牌，那三二三四七里面是不是要开三张狼人？发言啊，晚上守卫来守我，然后的话，看一下，看这个二号、九号、十一号，我也不知道这轮是九还是九出局还是十一出局，对吧？这三个里边倒牌，我会救一下。外置位倒牌，我看心情，可能不救，好吗？我只认识这三张牌。不过再说一下这轮站边吧，哎呦喂，我盘不出来了，都是大神，要我盘什么？我听二号 KS 盘 ，KS 盘的如果。跟我心目中盘的一样啊，那行，那我就跟 KS 走就行了啊。如果不一样，哎，就 KS 吃毒拉倒，好吧，其他没什么说的，我也盘不出来，听你们聊。我已经看到这些大主播，我兴奋的都睡不着觉了，好吧，我也不知道盘什么。现在好的情况，六号是一张狼牌走的，坏的情况，六号是一张明牌，那么场上还有四张狼牌，好吧。九号的发言顺序非常奇怪，就是十号是他一张金水牌，他不让十号后置位发言，那么九号有可能是一张狼牌，七八中间有他狼同伴，因为八号这个身份已经不能保了。上一回合我为什么保张八号牌？因为五号我认为是一张狼人牌，给我一张查杀牌，八号直接去打了这个五，所以八号我想保一保，但是这张五号是一张枪牌，张八号不能保，好吧。十号牌聊得有点奇怪，在我这里，因为他是九号金水牌，给九号上票，三七十三张票打给九，他现在告诉我他有点不相信这张九号牌，想要反水，所以这张十号牌有可能是九号狼同牌，好吧。右边十一号这轮聊得还不错，十二号一张女巫牌，就是我跟你女巫对话一下，今天守卫来守你女巫，你看到刀位在外置位，你最好捞一捞，不管是好人还是狼人，你把他救起来。因为我觉得这回合你如果不救，万一狼人刀走一个好人，那么基本上是输了，好吧。就我希望你女巫的这盆救药还是能用，狼刀有可能两天落你，那么无所谓了，好吧，你第二天开毒。右边狼坑十号听得有点怪，这轮发言，好吧。七八七号发言没有听到，那么三七十三张票打给九，九号我觉得发言顺序有可能是让狼人，好吧。那么七八两张牌有可能是他狼同伴，其中有一张或者张八号牌，仅下一张四号牌是弃票的，你聊聊你的心路历程好不好？感谢大宝喜欢张二科送的佛跳墙，我操，这个我感觉好人天公开局。宝哥今天不是跟二科在面杀吗？场上四狼坑在哪里？还一边面杀一边给我发墙啊，宝哥。三七十避开狼，对吧？宝哥真的是仗义，宝哥。五号是一张枪牌，三号牌发言还可以，就是逻辑上不是一张狼人牌。多谢宝哥小号的墙啊！后置位的二三四听不到发言，七八听不到发言，很尴尬，这个位置非常尴尬。就我觉得十号今天的发言有可能是一张狼人牌，好吧？有点想站十一号边。右边的狼坑九十一。开一狼，十号有可能是狼。十号如果是一张好人牌，那么七八中间开一张狼人牌，大概率是张七号牌，好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八号牌警上聊的还可以，所以说大概率是七。便宜再说，好吧？后发言，我就觉得你晚上把一给验了吧？我觉得一可能是一张狼人牌，因为他警上聊的我就觉得不好，这个五不知道为什么。
十一的时候，二 v 一的弹性不错。哎，一战那个位置，前置位五九十一三张牌起跳了。他跟我说，他还觉得五是一张悍跳的牌。那五不是100%写在脸上的一张炸身份的牌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五但凡是一个正儿八经准备悍跳的牌，他一定最后会放手。你只需要知道，知道放了手之后，他是一张好人还是个狼人。十二在那个位置起跳双女巫，他说五晚上死了没捞。那你在那个位置，只要等他发言，你再去判定他。他放了手之后，他认的什么身份？发言像好人还是像狼人？一定是这个五聊那么多，认为五是一定是个悍跳狼什么什么东西？不是我，因为昨天跟你一号玩了，我觉得你一号底牌是个好人牌，你发不出这种，就你这个视角，我觉得是一个狼人装自己不知道谁在哪两张牌在对跳的一个发言，好吗？就像这个十一一样，为什么我想站起我的边？十一警上的发言，我认为，拿不起一张预言家牌。好吗？因为你告诉我前缀五九两张对跳，你可以分不清楚谁一定是一张跟你对跳的牌。你总归你身为一张预言家牌，这个位置你爆了金水之后，是不是一定第一时间第一反应你会去劝劝这个五九？你不会觉得五九是两张跟你悍跳的牌吧？哪怕是两张狼牌，总有一张会放手的，对不对？在你心里面得有这样一个逻辑，不可能两张狼牌裸在，两张狼牌裸在你的眼里去给你送，是不是这样一个？你跟我说你还觉得五有可能是狼杀他狼什么的，就有可能也放不了手，什么就是聊得很奇怪。你一定先劝五九里面，不管你们哪一张牌是一张好人牌，先请放手。你不放，等你劝过之后，他们不放手，你再盘，是不是这样一个，就是一个冤家起手式的一个发言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。你起手式就在那边聊很奇怪，开始流警徽流，我觉得心态上、状态上都不太像，好吗？我想站这个九的边，虽然九的发言顺序，我觉得。只能说不是特别好，哎，但是首先他让他的悍跳一张跟他对跳的悍跳狼牌先出发言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他让十一先出发言，他警上保了这个八，八，我觉得底牌可能会是个好人，因为他如果是一张狼人牌，他晚上刀了五，直接把五这么打死，然后看到我底牌二是一张好人牌，一底牌如果是他的队友，他这么去打的话，我觉得他有点作，对吧？有点作死，一定是送的，所以他保了八其实也还可以。我在警下，我并不是特别想打张八号牌。好吗？就让八末主位发言，让十一先主位发言。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特别的大，我想站这个九的边。其实九，你说井上的发言有多好吗？我不觉得，我不觉得。但是我就是觉得九这张牌比十一更像一张预言家，因为九是在第二个位置起跳的，他可以认为五是一张跟他悍跳的狼人牌，但十一在末主位前桌有两张跟他对跳的牌，他在那个位置跟我说发出那样的言，我真的不太信。哎，我真的不太行，好吧，我想站这个九，好吧，我觉得这个一可以摸，一还要去站十一的边，就还上张狼人牌，就还需要验嘛，对吧？就张二号牌已经聊过了，就井上那个位置，对吧？就一点都没有说张五号牌可能做成一张炸身份的牌，直接盘他是张自盗狼人牌，对吧？你是张好人牌，你会这样玩，然后再去九十里面找预言家，就三张预言家牌，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想，好吗？就你还要来打我三，你打的是什么？你打三七十里面开狼，对吧？就十一号你聊的也很奇怪，因为你说十号下一张狼人牌九，让十号牌先发言，对吧？就不让他的狼同伴给他归票，对吗？就你去打张九号牌的狼队友，只能去打这个七了，因为我觉得，对吧？这个八下一张好人牌的情况下，就只有这张七号牌做成九的狼队友，对吗？他这张九号牌不想让自己的金水牌归票，因为这个七做成九的狼队友，我觉得一像个狼。对吧？因为我觉得一六里面是要开狼的，这张六号牌他说对吧？他说这张六号牌是张好人牌走，如果一是张狼，那六应该是个好人。但我觉得六的发言也像狼，因为六是他临走的遗言，说什么？他说这个十一号牌在那个位置视角不对，但是又上票给十一，说要站边这张十一号牌。就我不知道你这张六号牌是张什么牌，对吧？就这张四号牌仅下一张牌，七号牌就我去打，如果打十一号是张狼人牌的话，我只能盘，对吧？就一，因为这个一他打了十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打这张十号牌的逻辑是什么，对吧？就十是张狼，这个九给十发金水，对吧？那你再去盘二九十是三张狼，这个二第一个发言，他又不跳，对吗？他也不跳，对吧？你如果去盘一是张狼。一是我觉得一这个位置不需要验，大概率可以吃毒了。就如果去盘十一号的狼坑，就只能盘一四六十一，或者这张七号牌是张倒钩狼人牌，对吧？你这张十号牌说七是张公共狼坑牌，感觉确实也挺像，对吧？就这个七还没有听到他的发言，也不想打死他，好吧？就先听听他的发言吧。我听了一圈下来，我觉得一像个狼，好吗？就一像个狼，
对吧？就你牛看神奇要不要读吧，反正你今天晚上也不会死，对吧？你保个平安夜，第二天再去读吧。就我觉得这张一号牌不需要验了，就反正起码你九号牌不需要去验这张一号牌，对吧？就你十一号牌可以来验我三啊，对吧？就你去盘一盘，你去验这张七号牌，你可以打死了，就右半边的王坑。就你十一，就这张七号牌不需要验了，直接打死，对吧？你来验我三，就在你的十。晚上盘这轮站边这张十一号牌，就原因很简单，你给我盘一下这张十一号牌井上的狼队友和井下的狼队友好吗？你说这张一号牌能做成？我本来是想的是五九十一三张跳鱼烟加牌的都全部出局，就你这张二号牌打这张一号牌逻辑点是什么？你说这张一号牌聊得不好，但是是十二号爆了五号是一张饮水牌的情况下，这张一号牌认五号是一张自刀狼人牌，对吗？且后来是这张一号牌聊完以后，这张五号牌才退水的一张牌，所以你把这张五号牌的发言顺序和死亡时间给搞混了，所以我觉得你一号牌聊得不好。如果说你盘井上是多狼的一个格局的话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十二号一张女巫牌，九号在他眼里是一张悍跳狼人牌，就八十一两张，如果是两张狼人牌，这个八位置不给这张九号牌发一张查杀牌吗？对吧？所以八十一不能作为一张共面的牌，你这张二号牌起身就要说站边这张九号牌，一号说这能做成这张十一号牌的补位狼人牌是这张一号牌，且是一张枪牌，死之前要保的一张牌。就井下，我们在盘井下，就这张十号牌是井下的一张牌，起身告诉我这张六号牌有可能是一张好人牌被带走了，因为他觉得这张六号牌是唯一给十一号上警徽的一张票，六是一张好人牌，所以十号起身发言是他不知道十十一两张牌谁是一张预言家牌，但他认六号的发言好，所以他想站边这张十一号牌，但这张十号牌是上票给这张九号牌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十不能作为这张十一号牌的，十肯定不是十一号牌的狼人牌，对吧？这张三号牌井下的一张牌也是要去站边这张九号牌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你们给我盘一下十一号的狼坑在哪里好吧？就我四号一张弃票的牌，就这张九号牌十一号牌全部能验到我这张四号牌头上，我也是看不懂，就是说我玩预言家都是左边摸完以后摸右边，就十号牌井下打我这张牌九号牌要打我这张四号牌，十一号要打我这张四号牌，所以我选择弃票。我本来想五九十一三张牌全部出局，因为肯定避开两张狼人牌。但是听完前这位发言，我想这边这张十一号牌，因为我盘不起十一号井上井下的狼坑，好吧？我十一号牌狼坑啊，能盘清啊？一三四十一四张牌啊，对吗？容错率是这个六啊。这个六不知道什么身份走的，你告诉我九就一号这张牌，你一定是张狼人牌。就是我为什么投一张九，我说明我心路历程。因为十一号有一个点，在我觉得他拿不起张预言家。他首先说，他说我不管五九谁跟我对跳，你们反正你们要出这个一，我没意见。你都没验这个一，你怎么要出这个一？你没意见？首先他井上就要出这个一，我觉得你十一拿不起张预言家，我觉得你视角不对，我跟这二观点是一样的。那你要盘，你要非要盘九的狼，可能二七。八九四二牌，十总不能做九了吗？你一二牌跟我盘九十双了，哎，这个十起身就要出这个九的，对吗？起身是反水一张牌，十投警徽投这个九完起身反水，这个狼有这么做作吗？就你告我九十双狼九样十先发言，对吗？就你一的逻辑是爆炸的，我觉得一是个狼，可以不用验了，好吗？我觉得一可以领读了，就一是个狼，我觉得右半边的话，我七是一张好人牌，对吗？至于什么身份，你们狼自己去猜。好吗？先不排给你，你一为什么那么着急想知道我七什么身份呢？我就不明白，好吧？我七一张好人牌，我站这个九打这个出，今天出这个十一，因为我觉得十一两轮聊的没有这个九好，好吗？我觉得九是张预言家，那就外面排狼坑吧。那我觉得你这个三为什么排三是张狼牌？你三起身你告我，你打我这个七是个狼，完你还要站边这个九，你这个三完聊聊之后，哎，不对，七是个狼，我要站边十一，那你三不是狼是什么？啊，你告诉我。我觉得排十一狼坑能盘七呀、啊？你四起身弃票一张牌，今天起身要站边这个十一，你听九号牌今天发言了吗？你就要死站边这个十一。我觉得你现在四像个狼，我觉得一三四十一四张牌，容错率是这个六，对吗？这八号牌总不能作为十一号狼牌用了吧？对吧？八只能做九，所以你盘九狼坑是二七八九，对吗？十总不能做成九狼坑吗？所以我觉得一的逻辑是爆炸的，好吗？我今天要站九边，对吧？出这个十。你七号手八号牌一张盾牌，就你七号牌给进一张狼坑牌，好吗？就首先给你们来盘一下，就一七两张牌掐的就这么死的情况下，一把七打成狼，七把一打成狼的情况下，一七我感觉是两张狼在互打一张牌，就你们统统都告诉我，你一七两张开狼的牌，统统告诉我六号是一张好人牌走的，那五号枪牌就带错了一张牌。
对吧？那你要说牌你九是预言家，十是你戒指，十一跟你汉掉，十二是女巫，这张七你也不用验，就四明显占十一的边，就四号牌你也不用去验，就一号牌听着像狼，就是说说白了，你一四七三张牌你都不用验，因为七是右手边挤出来的一张狼横牌，你九如果是预言家的情况，二三里头验一张牌就足够了，好吗？既然女巫能保平安夜，我就说得跳出来打，要不结局推错了，就有可能就是说很萎靡，就说你牌十号牌做成说九号牌的狼同伴，在枪明显带出一张好人牌的情况下，就十号牌还有必要警徽圈上个九还起身就要反水的一张牌嘛？就九这个发言给实现发言，就有可能是不是向人们说明一下，我九是不共边，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？如果说牌你十一是预言家，这张十号牌是井下，虽然票上给了九，但井下要反水的一张牌，十号牌你得放，那七也是挤出来的一张狼同牌。七，但凡说如果说做成你九的狼同牌是一张冲锋狼，做成你十一的狼同牌是一张倒钩狼牌，就很简单，七是右手边挤出来的一张狼同牌，且边角位出了十二张，一张女巫牌，边角位不开狼嘛，一七两张牌告诉我六号牌是一张带错的一张好人牌，那六号牌就是一张带错的好人牌，对吧？就你九是预言家，就一四七。十一好吗？六是带错的，你二三里头随便验，但凡翻出查查来，就是这张一号牌可放，因为四七两张牌，就是说赶我感觉听着就你们的发言，我感觉上两张牌。你十一是预言家，今天不出你九，也不出你十一，今天出这张七号牌好吗？今天出这张七号牌，就八号牌一张守卫牌，你七号牌按掉守卫，你可以单牌主说来接着挂我好吗？就八号一张盾牌，第一天就盲守的你张七号牌，就为什么守你上这位七号牌？如果说你是一张狼牌，给我八号牌要发叉叉的情况下，就如果你自刀的情况下，就奶死你好吧？八号一张盾牌，晚上守你十号牌。今天出七，就九十一都可以留一轮的牌，就在我这听起来就发言怪的情况下，就一井上比二井上聊得好，但是井下二比一要聊得好，井上一保我八，说我八是好人牌，二井下二保说我八是让好人牌，那一二两张对立面都说我八是好人牌，那我八就是好人牌，且是一张盾牌，一张真盾牌，就说这么多，停了。你这张八别乱玩行不行？这个游戏我们都到了这个水平，你还能在末置位跳个守卫来归七的？我是你是张守卫，但你别瞎玩，因为这轮一定是九和十一的轮次。你这么玩我非常担心，因为狼人现在五出局，五是个好人，六出局未知，六有可能是好人。那场上是不是有可能有四狼在？四狼在，他们一起冲我九，九是不是有可能的出局？你八这边分票七，就是这个游戏你连轮次都搞不清楚吗？这个游戏一定是信九出十一，信十一出九的，分什么票呀？狼人有团队，狼人可以一起冲票，好人谁也不认识谁，你全分到七那边，七你凭什么要出他呢？那一定是先要出十一啊。我也不知道你这张十二女巫有什么可跳的，因为你没救人，你不救人都算了，你跳出来干嘛呢？你跳出来有什么用呢？你女巫你跳出来你能强行带队，你有百分百的自信，你觉得你能站对边，那你出来跳出来，你双样女巫跳出来可以 carry 你十二，解药没用，毒药没用，你跳出来被迫要让守卫守女轮，你这盘的轮次就落后了，所以我觉得你十二不应该跳，八不应该跳，八你更不应该在这个轮次来分票。我九号一张真预言家，今天我会去验这张一，因为你们说什么一七狼踩狼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盘出来的，因为在我的视野里边，四他去打的一，七去打的一三，那四和七是不是有可能认识呢？我们来验验一，一验出来如果是好人，那四七就是狼人，一要是一张狼人牌的话，那四七有可能就是好人，当然那这张二三里边也有可能会出狼，不过我听起来我觉得这张二应该是好人，因为我跟二玩的比较多，至少这轮我们把十一先出掉，我晚上还能验人，那明天一定是平安夜，守卫你就去守这张女巫，女巫外置位死人你一定要去救，哪怕是张狼人自刀了你也去给把他捞起来，因为轮次一定是好人在先的，你十二你毒你可以不着急用，因为你这轮撒毒，因为你十二晚上看见你自己吃刀了，你不知道该不该撒毒的时候你可以不撒，你可以等明天再撒，因为一定是便宜，因为守卫一定会护你，如果刀的是别人你就尽量救，这个游戏好人就这么赢。那我去验一，因为验了一能够定义很多人的身份，为什么让十先发言，我是预言家，我拿着警徽，我想让谁发言就谁发言，因为我不需要让我的金水或者什么身份来给我归票，因为我觉得一定是要让对面的这个悍跳的狼人牌先发言，
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十发言。九号预言家今天归十一，别分票，全都出十一。让我想一想啊，看一下啊，这十号得是九号的狼同伴了吧？这个十号得是九号的狼同伴了吧？因为这个十号他是九号发的一张金水牌，井下他跟我说他想站十一号的边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发言有点怪，但我不知道他的底牌是什么。如果他能回头呢，还可以挽救一下。但是我也有感觉，这个十号在游戏就是归票结束后，他的票是挂在我十一号头上的，所以我当时我也提出这一点了。那么十号最后的票是挂在十一号头上的，十号得是九号的狼同伴。那么，然后尤其是七号打我的点不对，我十一号的发言是如果五号不退水，我不排除一五是狼查杀了狼的板子，如果一号发言不好，一号可以出局，我不会捞，这是我原本的发言。而七号的发言是说，我十一号完全不听这个一号的发言，就要去出这个一号，这是七号的发言。但是七号这一轮的票挂在了九号头上，我不知道七号这张票是否干净。我跟我的金水女巫牌说，如果狼人晚上刀你，你不敢读九，请你读掉十号，因为十号心口不一。其次，第二张可以读的牌是这张七号牌，我认为他强打，在这个位置强打我十一，可能是一张倒钩狼人牌。就是他这个票我看不懂，因为他是强占边九号打的，然后最后出了九，我觉得有坐低我十一号预言家面的嫌疑，所以我给你十二号我的金水牌一张女巫牌的建议。如果刀口在自己身上，我建议你开毒，在谁身上开呢？在七十身上开。如果你不敢赌九的话，当然我是希望你把九号赌掉的。我这边是一张真的预言家牌，就二号他是拿强盗逻辑去站边九号，你七号还赞同二号的观点去打一号这张牌，那三号打了你，你打轻打三死打一的，所以我觉得七号你应该去打三号。我觉得三号跟七号的话，七号的狼面要天黑请闭眼。天亮了。就我先发言吗？这个顺序是给了一号一张金水牌吗？
就一会儿听你报验人吧。一会儿十二号牛排告诉我一下刀口，刀口在你的话，今天晚上空手。如果刀口在外置位的情况下，我看着去守。就说我昨天就跟九号牌，就说昨天票型一出来，就说能认下你是冤家。就昨天我有一个分票型，因为在你的视角里，你明确知道十一是跟你悍跳的。可是在我一张视角里头，九分不清九十一的情况下，因为七号牌是我听出来的一张狼人牌，所以我觉得。就是昨天是我归七，觉得没问题。但是你最后说你自己也归了票了，是很险，好吧？就不是我不会玩，就是因为七号牌在我一个变色，七号牌在我听来是一张狼牌，所以说我就想把七先出去，好吧？然后这一点不输一张，我感觉昨天那个票型好像是四狼裸冲的。如果说是四狼裸冲，因为七号牌强势占你九号牌的边，然后他的一票却打在了十一号头上，就我感觉。十二号牌是把七号牌读的吧，应该是读的七号牌，这时候他自刀有什么用？如果说是四狼裸成的情况下，听九号报验人吧。如果说你一号报出金水来，那今天走四好吗？就如果我不知道昨天就是说一四强势站边十一可以，七强势站边你九票在打在你九的头上，一好像是说也信你是九是预言家，但票也打在了你九的头上，可能是不是因为我八号牌一张彩币牌对吧，就末置位分了一下票，是不是他们感觉能把你九号牌冲出去，是不是可能有这么想，好吧？就你九号牌加发言，他给这张一号牌肯定是发一张金水牌啊，就这个末置位的话让这张一号牌发言，我觉得一号不是一张狼人牌，我觉得十一号狼坑，我说了我盘不清，因为我四号这边是一张好身份牌，就昨天你这张八号牌在末置位跳一张守卫牌要出这张七号牌，我是不会去出七的，我相信十一号是一张冤家牌，我自己就会挂这张九号牌，对吧？那现在这张一号牌九号牌给一号牌发了一张身份地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请问这张十一号牌的狼队友去哪？你只能把这张六号牌打成张十一号的狼队友牌，因为你自己八号都说了，这张不管是张九号牌还是十一号牌，或者说这张一号牌或者这张七号牌，都会告诉你这张六号牌是一张好身份牌走的。那么请问你十一号的狼坑在哪里？我就希望你八号守卫能回悟一下好吗？就九十三。三号这张牌的话是一张容错率的牌，如果说是一张容错率的牌，就是这张二号牌，好吧？我四号这一轮不认出，因为我心目中的预言家已经死了。就你认六号是一张好人牌，七号昨天晚上，就肯定守卫去守了这张十二号牌，这张七号牌可能是被张十二号牌读的，或者说这张七号牌是一张自刀的牌，但是没有骗到十二号的解药。我这一轮还是会出九，因为我相信十一号是一张真预言家牌，因为十一号的狼坑。对吧，就给一金水大概率可能这张六号牌真的是张狼人牌，因为这张六号牌上票给这张十一号牌或者这张二号牌，就你四如果六是张狼人牌，你四直接自爆吧，对吧？就你告诉我九是张狼，对吧？一你认一是张好人牌，这个位置全场都占九的边，认九是张预言家牌，九给一发张查杀牌，一出局，对吧？就四狼绑票了，对吧？因为这张六号牌第一天是给这张十一号牌上票的，对吧？你认，对吧？这七是站边，是跟着这张十一号牌出票的，这张七号牌你也得认下来，他是张好人牌，五六七全都是好人，他出一直接绑票不就可以了吗？对吧？你告诉我你要认这张一号牌是张好人牌，对吧？你昨天说的是这张一号牌在你视角里是张狼人牌，对吗？因为我二三这个位置打了一，你跟风，你说这张一号牌也是张可以吃毒的牌，如果说验出来这张一号牌是张金水牌，那一是张好人牌的情况下，对吗？一是张好人牌，你四是张狼，就不知道六是不是张狼人牌，这个七一定是个狼了，对吧？这个十一走的时候还说，对吧？你去盘这个七是张倒狗狼，对吧？七跟着你出票九了，他那个位置那样发言，他发言说要站边九，他只能做成你十一的倒狗狼，你说他是九的倒狗狼，他我昨天为什么出七？因为对吧？这个我觉得七一定是张狼了，但七要站边九，我不知道他是冲锋狼还是倒狗狼，对吗？所以那个位置八归票的七，我觉得出七可以啊，对吗？就万一这个七是个倒狗狼，或者说他是个冲锋狼呢，对吧？你说第一天枪牌倒了六一张，对吧？疑似好人牌走了，你让我去归一张预言家牌，既然我认为七是张狼人牌，为什么不出七呢？九这个位置他说要去验一，他又保了，他说他不去打七，就让我感觉他有点在保七，所以我就昨天投了这张七号牌，对吧？你四一定是张狼了，对吗？
就你九级那一定出四，对吧？因为一是你的金水，对吧？我二三两张牌是没有投你的，四是投你，今天一定出张四号牌。你就算盘我三十张倒个狼人牌，你晚上 也得来验我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认你九是张预言家牌，就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聊的吧？就四一定是张狼，对吧？就因为我不知道你九如果是张狼人牌，除非只能牌你一九是两张狼人牌。如果你一九是两张狼，我不知道这个一这个位置为什么要去打倒。二号牌撒野，那这一轮的话，总共要出个四了，对吗？没有位置了，其实没有位置了。四六七十一，如果一真的是一张金水的话，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去盘一九，一在这个位置，聊爆是倒钩吗？但是他出倒出了十一，有点难，不太相信，好吗？那十二是个女巫，要么读了七，要么七子刀，没有其他逻辑啊，因为刀。刀七的可能比较小吧，我觉得应该十二破七，因为十二跟着我，九十，我们三张票是挂在了十一的头上。那十二这个位置，如果晚上知道他这个想要读人的话，他只能去读这个上票给九的人，对吗？一四七一要被验，那只能去四七里面选读，只能读这个七了。啊，我只能是这么认为的。那如果十二你昨天晚上是吃到的，那无所谓，晚上就空手，好吗？因为十二明天总会要死，狼也不可能外追刀，那今天就出四，就这么。冰冷汗，好吧，就七号这张牌倒钩倒得这么彻底，对吧？昨天他跟我说他要站边这个九出这个十一，这个七一定是个狼，所以说我觉得七九有可能共边。前九号他说就是两个点，我挂票挂你九号头上，好吧？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说双药女巫不应该跳出来，我觉得双药女巫是一定要跳出来的，好吧？就守卫守这个女巫，然后女巫保一天平安夜，或者狼刀落在女巫头上，女巫还可以读，他不会读到守卫，对吗？所以说这张双药女巫一定要跳出来。就你今天给我发张金水牌，你一定是张真预言家了。然后这张七号牌，昨天我看到票型，我就知道我肯定投错票了。七号牌说铁站边九号要出十一号，他说九是个预言家，然后啪一票打在九号头上，七一定是个狼，然后我就很尴尬，好吧？被七误导了一下，然后投了一个九，还好没有冲出去，好吧？就还好真预言家没有冲出去。两个点吧，四六七十一四张狼人牌，对吧？三八做不了狼，做了狼的话昨天不会挂票七。二号做不了狼，二号做了狼不可能挂十一，狼同败，所以说唯一一张狼人牌，最后一张狼牌就只有是四号牌，四六七十一了，好吧？九号如果是张狼人牌，不可能给我发金水了。我今天是准备，就是说我看到七号这张票以后，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接到查杀牌，好吧？如果就是说七号这张牌如果说挂到十一，那么我可能会接到张查杀牌，这里是一张平民牌，今天出张四号牌，游戏大概率。那七号倒牌没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这个票型，对不对？一四七十一这么齐整，然后票挂在九号头上，八号归这个七号，本来我想投这个七号，但是我看站十一，站十一号边的人也太多，我就没敢投这个。没敢投七，我怕九号被冲出去，对不对？而且，昨天刀这张，狼刀落这张七号，我也不知道是自刀还是什么，我觉得大概率是一张自刀牌，所以我没救，因为我救了守卫，今天必定不好守人。今天先出一张四号牌，晚上守卫空手。如果四号牌不结束，晚上就在二十里面选读，好吧？因为都是站边这个九号，那我狼坑位盘不齐了。你要盘三号是一张狼牌，那你就验三号，因为我觉得三号那轮紧张刺激的冲票房间，投了一张七号，对不对？我可能会在二号和十号里面读，好吧？这张六号牌是一张好人牌走的，因为我跟他玩的比较多，我能听到他发言像一张好人牌。那五六两张好人牌，你盘左右狼坑都是盘不起的。女巫爆出来刀型，七是一张狼人牌，你盘他是一张狼人牌。女巫已经站边这张九号牌，七投的是九，他如果自刀，女巫是一定不会救的。我可能认为这张七号牌是一张好人牌。如你们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张狼牌，七号是张好人牌，我刀他，女巫一定是不会救的。所以我可能认为七是张好人牌走的，就他明显是张变票的牌，他是张狼人牌，女巫是一定不会救他这张牌的。你们能懂这个道理吗？如果七是张好人牌，你九位去给一发了个金水牌，我盘狼坑是盘不起的。已知十是一张好人牌，八一张守卫牌，十二一张女巫牌。就左半边的话，你归这个四，如果你今天归这个四的话，你狼坑怎么盘？如果我认六是张好人牌走的，那是四
七十一，那二三开一张倒钩，因为一是你的金水牌这个位置，一是金水牌，二三开倒钩，那三作为一张狼人牌，昨天站边你这张九，他没有归这个，他昨天站边这个九，他归的是七，因为在你的视野里七是张狼，他归他狼同伴吗？二确实站边你跟你出票的，所以我盘十一的狼头确实盘不齐的，哇，这局玩的比较迷好吗？就是我认七可能是张好人牌走的。就我盘，如果七是吃毒的，他一定是张狼，但他吃刀，他有可能是张好人。他如果是个狼，就全场都认他是一张变票狼，他自刀女巫会救吗？女巫是一定不会救的。就我如果是张狼牌，我一定会刀这个七，毒女巫救不救？如果不救的话，可以改成图民局，因为六十张平民牌走的，因为我认六十个发言是个好人牌，就一接到个金水。如果你盘九的狼，他怎么盘？一、二、九、一二三九。盘十一的狼坑，盘十一的狼坑四、七、一是你的金水做不了狼，十是你的金水做不了狼，八守卫，那二三得开狼，一七倒钩狼不像啊！就昨天锦昌刺激的冲票环节，我认你九是个预言家，就十二十一张好人牌，十二一张女巫牌，你告诉我，就如果六十张好人牌走的狼，这个时候一定会去打冲锋的，不会打倒钩，但一号这张牌是投错票。